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菩萨。菩萨他的图其实是不错的哈，他已经是站上这一个托马峰，他的下一个主力线呢，很明显就是这一个咯。这个大概是7块2是他的这个很强大的主力线，也就是这一段。他应该是过不到的啊，因为这个太强大了啊，应该过不到啊。如果过不到的话呢，这样他就会可能会在一个边盘整住，或者是刷新就跌下来。OK， 所以现在的时候，现在是7块1，7块2已经很靠近了，千万不要随便去接到。像如果他又吞回来的话呢？它会在哪里是支撑的？很明显就这个了，啊，这多少钱呢？6块7，6块8，这是6块8。啊，如果你是长期的话，如果它在6块8里面止跌回升，这个可能又是一个机会。啊，当然，真正长期的是希望它跌破这个6块8，而跑到去6块半这个价位有没有机会啊？这个价位就不错，如果有机会回来的话。 OK，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。基本上呢，现在已经是很接近这个主力线，千万不要随便去追的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